我好喜欢玩这种版本的捉迷藏啊！一，在这里，他肯定会进来，然后看一眼。二，关上门，关上门，帮我关上门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三，那我们可以躲电梯吗？可以啊，别吓我呀。哎，八九十，准备接受命运的审判吗？哪位小可爱在这里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嗯，帮我帮我，救救我救救我！快出来，被我抓到了就不好过了。哦，这儿，窗帘后面那个你也太假了吧！不要再做无谓的侦查了。他在下面，去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